哇，第一点，我觉得这个信息也藏不住，而且我们规则也不是说你可以藏这个信息的嘛。第二点是因为，也许我告诉他之后，他看到我的信息之后，他也会分享给我。你全插了得了，实在不行了，大家多吃点面呗，或者晚上吃不完，晚上可以随便下一个面条吃。三国演义。有什么？要弄啥？来，老齐，靠你吩咐了。这个麻辣烫是最简单的，把原材料准备好。